晨竟是体验江南大小姐的一天。提前一天到了客栈，来看看咱的闺房。检查一下有没有人偷窥本大小姐。在集市上买的新鲜乌梅，没吃过尝尝是什么味道，怎么跟葡萄是一个味儿啊。睡前泡杯花茶喝喝。化妆了，出门去化妆了。段爱楼关上，将前世印记。啊，真爱你！上将前世印记。段爱楼关上，将前世印记。